大家好，我是爱原神，我今天继续给大家 5.3 卡池仆人加莱欧复刻火神强度超模海灯节三款新皮肤来了。 5.3 火神冰斧强度反转仆人莱欧复刻时间曝光，夜蓝新皮肤来了。娜塔 5.2 卡池越来越近，除了官方已经公布的两位新角色恰斯卡、欧洛伦外，后续版本中火神、茜特拉利等角色也会陆续登场，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？本期就后续卡池等相关消息一起来看看吧。有关于 5.2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基本上也已经确定，除去新角色不说，复刻角色分别是林尼、纳维莱特、钟离这三位还是非常香的。5月3日卡池则是两位新五星角色火神马威卡和冰女茜特拉利登场，其中火神强度不用说肯定不会差，但是冰女据说强度不高，感兴趣的旅行者们倒是可以期待一下后续的相关消息。而说起 5.3 卡池复刻角色的安排，也是很多旅行者们比较关心的，毕竟从 5.0 卡池开始的万叶、雷神、 5.1 卡池的草神、胡桃，再到最近提及较多的钟离和纳维莱特、申鹤、莱欧斯利，仆人复刻的消息却一直没有。就最新的消息来看，仆人、莱欧斯利大概率在 5.3 卡池复刻，不过并没有确定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后续的 5.3 版本中，除了第二期离月混池的开启外，还会有三款海灯节皮肤的上线，其中一款据说是夜蓝的皮肤，还有两款应该是离月四星角色，所以说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？原神娜塔 5.2 卡池越来越近，新五星角色恰斯卡、欧洛伦也即将登场，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已经等不及了呢？不仅如此，后续卡池火神马威卡、茜特拉利等角色也会陆续和大家见面，本期就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要说的就是 5.2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了。根据网传的消息汇总来看，除了官方已经公布的两位新角色外，还会迎来林尼、水龙王纳维莱特、钟离的复刻，其中水龙和帝君都会在下半卡池复刻。这么看的话，之前提到的仆人莱欧斯利估计起码得到 5.3 级后续卡池才会复刻了，不过距离 5.2 版本的前瞻直播也就不到20天的时间，到时候会不会翻车就不知道了。想抽这两位人权卡角色的旅行者们倒是可以提前囤原石了哈。而说起后续的 5.3 卡池，绝对是妥妥的真香版本。根据最新的消息来看， 5.3 卡池的两位新五星角色分别是火神马威卡、女冰斧茜特拉利，其中有关于两位角色的定位目前的说法也比较多的，不过火神大概率是速切后台火，类似于火雷神。冰女的话虽然是后台冰盾辅助角色，但是强度据说并不是太高，这波反转倒是让人有些意外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后续的 5.3 版本中，除了火神或冰女的登场外，还会有第二期离月混池的开启，同时作为海灯节版本也会有新皮肤上线。不过就目前的消息来看，据说分别是夜兰、香菱、佳明这三位，个人感觉的话，香菱概率还是比较大的，佳明不好说。所以说各位旅行者们更期待哪个角色的新皮肤登场呢？当然了，还是那句话，版本跨度大，随时都有变动的可能性，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